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三大段，记赞分第三个小段，西方圣慧菩萨他的十段就是十住，第三段呢就是第三住，初住是发心，二住是质地，如何对治心地。那换一句粗的话来说呢，就是如何把我们的心治好，心有病把它治好，这是前面的二柱，我们费了不少的时间，学了一些方法。这里面最重要的方法呢，就是真知真观。能知，知是定啊，观是慧呀。有定，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所以见异思迁呢，不至于有这个毛病。有慧呢，不会被外面境界迷惑。有这种功夫啊，这才谈得上修行。所以第三柱啊叫修行柱。那么有定有慧啊，不迷啊，不动，所以啊你才有资格了去参学。到十方呢，就多看多听多观摩。那么在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我们不能不明白，不明白了我们的修学就功夫不得力这十住什么叫做住？前面说过可是还有一部分的同学没听到。虽然说过，我们依然得不到受用我们的心还是住在烦恼习气当中所以不得受用初住菩萨发菩提心了，这心有住了发菩提心就是落实前面一大段的经文，实性为实性圆满呢，圆满是真正落实了，是我们不是这个课程学完了古人特别是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一堂课上了，真的境界就提升了佛给我们讲初性位
我们个个都是初心位的菩萨。讲到二心呢，个个都升级了，都是二心位菩萨。实性心满呢，那你就都是初住菩萨，他真升级了。我们现在课程虽然学，没有法子提升啊，这就是我们比不上古人的地方啊。那我们要想到前面佛教我们的实性，培养菩提心呢，也就是回归自信，自信是真心啊，真心里面有十种德，啊，这十种德呢，就是实信心，啊，这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我们失掉了，啊，我们迷了，观没有了，我们的心动了，止没有。啊，所以这个自信里十种德了，都失去了。第一个是信，啊，所以我们信心失掉了，不信自己，不信佛菩萨，啊，信心头一个讲自己，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跟我们讲信愿行啊，这是净土修净土的三个条件，叫三资粮。头一个是信啊，欧耶大师这个信就给我们讲了六个啊，第一个是信自己，第二是信他啊，他是谁呢？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确定真实，没有怀疑，那你在信呢？啊，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落实了。没有一愿呢，是虚愿啊！我们只要发心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这叫信他了啊！然后给我们讲信因。信果，信事，信理，说六个信呢。啊，自他、离事、因果。啊，这是信德。啊，我们现在这个信心呢，完全丧失了，所以自己的生活很苦啊。啊，没有自信。那就随业流转啊，你造的善业你享福，造的恶业你受罪啊。啊，这个事情细说都在因果里啊，所以你看看佛教的我们第一个是建立信心啊，跟大乘教里面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是一个意思啊，我们业障消不了，戒证在哪里呢？就在信心不足啊，不相信自己，
这是头一条啊。那怎么样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佛要我们相信这个。我们本来是佛，迷了，糊涂了，现在回头，啊，我们好好修行，啊，修什么呢？修止，修观。回头是岸呐，这个事情是个难事。那我们遇到阿弥陀佛，事情就不难了。啊，决定要生极乐世界，决定要亲近阿弥陀佛。啊，有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假如我们有这个认知，有这个信心，灾难对我们就构不成威胁了。啊，我们一丝毫不恐怖，没有畏惧之心。为什么呢？灾难来了，正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说实在话呢，不是坏事，是好事。啊，没有这个灾难，我们往生可能延后很多年。有这个灾难现前呢，把我们往生的这个缘提前了，好事啊。啊，所以我们没有害怕的，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了。啊，这个心里头有止有观。啊，第二个是念心，从信心再升起念心。啊，那么这个念心最重要的，十方诸佛菩萨教给我们，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啊，不再有别的念头了，啊，我们这一生就决定成就。啊，不要再有妄念夹杂了，啊，再有妄念夹杂，麻烦就大了。第三个精进心，啊，精是纯而不杂，进是往前进，没有后退啊。啊，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就是古大德教给我们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那就是精进。啊，我们这一门就是净宗法门，我们依据的经典净土五经一论，啊，华严经实实在在讲就是五经一论的详细讲解。啊，华严经幕后文殊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华严经最后，啊，这个方向目标是极乐世界。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告诉我们，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这话有道理啊。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宗的初祖，娑婆世界的初祖是普贤菩萨了。那从什么地方知道？从华严经知道的。
释迦牟尼佛出世第一部讲华严，在华严会上提倡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普贤菩萨吗？那华严经幕后啊，导归极乐了，这他是娑婆世界的净宗出处。莲公啊，很难得了，他从这个再往上推，还有一个出处，比这个还大。是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的出处，净宗出处。那谁呢？大势至菩萨。这个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净宗出处。普贤是娑婆世界净宗出处。慧远大师是中国的净宗出处。我跟黄念祖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黄老就跟我说：“净空法师啊，你在美国传扬净宗啊，你将来是美国净宗出祖。”这地区性的。那么我们在美国也离开了十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精进一门深入，决定不改变方向，不改变的目标，没有一个不成功真的叫万修万人取第四行为，慧心呢？因为当时讲实信心嘛，那就是心里面充满了智慧，智慧的反面是烦恼转烦恼为菩提就是慧心烦恼能不能断呢？给你说老实话，烦恼断不了。为什么呢？烦恼断掉了，慧心就没有了。烦恼跟智慧是一个心，迷了这个心呢，就是烦恼；觉了这个心呢，就叫智慧。所以智慧跟烦恼啊，是心的这一份迷悟的名号。我们要把烦恼转变过来，它就是菩提了。这句话，烦恼真的没有了，我们称它为断了。所以这个断不是真断，它已经变成智慧了。所以信德有无量智慧呀，迷失了信德了，有无量的烦恼。那怎么转变法呢？你看一切慧菩萨教给我们真止真观，就转过来了。真止是定，真观就是慧。第五是定心，那是信心呢。你看他先讲慧心呢，再讲定心，跟我们二行为的菩萨，一切慧菩萨跟我们讲呢，先讲真观，后讲真知，他相应的。这是对一般普通人说的。
啊，如果是上上根人，定慧等运，它平等的，同时的。啊，那我们这些凡夫，必须是先看破，后才放下。啊，这是入门第一步啊。我们如果不能够了解，我们对佛法生不起信心。啊，所以当年张家大师叫我，看得破，放得下。啊，跟《华严经》上讲的说，这个顺序完全相应。啊，看破是真观，放下是真知。啊，你要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你怎么肯放下？啊，这个是对中根人讲的，对下根人讲的呢，不是这个讲法。先叫他放下，然后他就看破了。这个也很了不起啊！啊，下下根人。啊，迂腐迂腐啊！啊，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人很老实。那教他放下放下万缘，他真放下了；教他一心念佛，就老实念佛。哎，念个两三年，哎，他开悟了，他欲知实质，他往生了。这个就是古大德常常赞美的，为上智与下愚不一，这两种人最好教啊！啊，上上根人一说他就通了，定慧等运；啊，下下根人教的方向他真肯。啊，这当中这一部分人是占绝大多数，就上不上下不下。啊，那怎么办呢？先，要跟他讲。啊，搞清楚，搞明白，然后啊，劝他放下，啊，他才肯呐。啊，最难度的这个人呐，啊，先观后知，啊，先放，先看破后放下，啊，这慧心定心。啊，心里面有了定慧了，不退了。第六性位是不退，不退心。啊，这才是真正能保住了。啊，也就是佛法里面常常讲的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那么他到哪个阶段呢？他到行不退。啊，念不退还没达到，念不退要初住菩萨。啊，到初住才是真正的念不退了。方向目标纯正的，一丝毫偏斜都没有了，向着无上菩提。啊，圆满的佛国迈进。啊，摄信心到这个第六都是自己成就。啊，自己成就才能帮助别人，自己不成就不能帮助别人。啊，所以下面的第七回向心，心量拓开了，
把自己所修学的智慧德能呢，所有一切功德了，与一切众生共享，心量投开了，不回自己啊！回向是拓开心量啊！三种回向。第一个回向众生，你看，就是四弘誓愿里的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很重要啊！把众生忘记了，是菩提心就没有了，你就迷了啊！念念为众生呐，念念为别人想啊，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然后就回向菩提啊，对自己啊，自己一生求的是什么呢？菩提是觉悟，求智求觉，除智觉之外一开不求啊，用什么心态对一切呢？随缘。普贤菩萨教导我们随喜功德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回向菩提啊，最后回向实际。实际是什么？我们这个道场叫实际禅师。实际是发性啊，那是真的，只有这是真的，发性是真的。这是总的回向。普贤菩萨幕后的三愿就是三种回向。你看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常随佛学是回向菩提，普界回向是回向实际。所以十愿给诸位说，只有愿只有七条。后面三条是回向回向是三个，这你有回向心，回向心是真正的菩萨心。真正的落实了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我们细心去观察呢，确实就是这三种回向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回向众生第二第三断烦恼学法门，是回向菩提。幕后佛道无上誓愿成呢，那是回向实际。你看佛怎么个说法？它是圆的，它是通的。真的，一法即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哪一法呢？任何一法法法皆如没有一法不如所以一法通了，一切法
全通了。啊，那我们现在希望呢，十个同学每个人学个法门，大家在一起学。啊，我们不是说十个同学大家一起学一个法门。给诸位说，古时候那个道场是这样道场，不杂。这个道场里面所有诸众出家在家，就是一个法门。专科大学啊！现在我们为什么啊想出这么个主意呢？十个同学学十个法门啊，二十个同学学二十个法门，在原理原则上并不违背啊，一阶一切，一切皆一啊，那是先前。我们佛门啊，宗门教下了，都衰了，没有人呢发心续佛慧命啊，所以我们希望呢，同学们啊，每个宗派有兴趣的都可以在一块学习，把佛法每一个宗派都复兴起来啊，这个样子才能普度众生呐！啊，法门经观不同，归属相同啊，通通归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事情，古大德为我们做出很好的实现啊！你看天台智者大师他是学法华宗的啊，天台主修的是法华经，教宗法华啊，教是一句法华，行在弥陀，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做样子给我们看了啊。华严宗就更不必说了啊，近代我们说近代是民国初年，华严宗的大德信慈法师啊，他是教宗华严呢，行在弥陀啊。民国初年还有两位大居士啊，非常出名的江卫农居士著《金刚经》讲义，他那个讲义是自古以来啊，研究《金刚经》这些大德们他们的著述他都读了，都真下了功夫了，可以说是金刚经啊著书的集大成啊。专门搞心经的周芷安居士有一本心经全著啊，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一生专攻啊，用多少时间呢？四十年啊，专搞一部经。我们今天学《金刚经》，你非看他的东西不可啊！你要学《心经》，一定找周芷安，变成权威了啊！他们两个提倡的。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全都是念佛往生净土啊。那么由此可知
十个宗派，84000法门，哪一法都可以学，但是归俗一定是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嘛。啊，这跟弥陀经上六方佛的劝导啊，实际上玄奘大师的一本是十方佛，同一个道理啊。西方世界要没有特别殊胜之处，这些诸佛如来为什么会劝我们啊？不是一尊佛、两尊佛、三四五佛劝我们了、几乎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这样劝我们，机会难得了，不能错过啊！所以言教是很重要。为什么要言教？是我们想把佛教心再复兴起来。念佛是大事，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全在念佛上。念佛要想成就，把握这三个原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心上真有佛，那就行了。但是回向心呐、用现在的话来讲，念念不忘，正法就住；念念不忘，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这真正回向心啊！有一个念头为自己错了，完全错了。有个念头为自己说：“增长我知，增长无明。”那这个心，这个心叫轮回心。因为六道轮回是这个心变现的，你天天还把这个心在加强，你轮回怎么能出得去？阿弥陀佛想帮忙都帮不上，这个重要啊！所以后面这四个心，七八九十。是菩萨心呐、也就是我们讲菩提心呐、第八护法，有回向心啊，你才能护法，护法的心才生得出来啊。护法从哪里护起呢？从自己护起。自己要不能依教奉行，你护什么法？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我要护释迦牟尼佛的法，我要护三世一切诸佛的法，从自己做起，从自己戒定慧做起。古大德讲的很多，讲的是实话。戒没有了，佛法就没有了。经存在没用处，我常讲。变成佛学了不能够利益众生佛法重知不重形式知是什么呢知是真干、是你做到了那佛教我们从哪里做起呢？叫我们从十善业道做起，
标准是高。啊，不杀，不盗，不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真不容易啊！啊，这个是佛法的根呢，就基本法了。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佛法了。啊，那佛法是有形式，没有实质。啊，换一句话说，有佛法的样子。啊，没有佛法的灵魂。啊，为什么？这十条我们做不到。不但做不到，连念头都没有。啊，起心动念跟这个不相应，完全相反的，相反叫实物。啊，我没有杀生，我对那个人不高兴，我恨他，那是什么？那是杀的氛围。啊，这个怨恨要不能止住，啊，那已经不高兴的情绪不能止住，它会扩大，啊，扩大就变成对立。就变成矛盾，就变成冲突，那就真的要杀了。啊，丝毫意念都没有啊，那个不杀生这条戒才干净呐、啊。有丝毫伤害，让别人因我而生烦恼，这个都是属于杀这一条的这个范围。啊，偷盗，我常讲，有一点点占便宜的念头，这是盗心呐、啊。啊，是善都能落实，这才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有标准的。啊，所以什么都要从自己做起。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善心生不起来？啊，是这个善心是前面还有修行的基础，我们没好好学。啊，他前面。我们在敬业三福，这是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啊，世尊教导我们的啊，敬业三福啊，这个三条是一切法门共同修学的基本科目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那我们就想到前面还有三句啊，啊，佛法的衰灭。佛陀灭度之后，弟子们四面八方去弘扬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啊，
有些地方两三百年就没有了，有些地方啊六七百年就没有了，唯独传到中国来这一支，能够存在到现在，中国史书上记载是三千年。佛灭度后，佛法是一千年传到中国，传到现在的时候有两千多年。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孝养父母、奉师师长。道教里面讲因果报应，慈心不杀，有这么一个基础在呀。所以十善业很容易修啊，一点都不难呐。我们今天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儒丢掉了，道丢掉了，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了，因果的教育没有了。所以十善业就非常困难。怎么样学？学不好，学得不干不净，不起作用。道理在此地。我们今天讲对人好，爱护别人，为别人服务。说得很恳切，过几天就变心了。这是说明说对自己没有信心，那对别人更靠不住了。所以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相信你是真心。做出来给人看，人家还半信半疑。要怎么样？你做一辈子，做到死，你相信，这是真的，这个人真的，没死靠不住。这是现在社会的状况啊，我们要知道啊。现在学佛弘法了，很辛苦啊。一般人讲吃力不讨好，这真的不是假的。吃力不讨好啊，对社会。吃力是真有好处啊，这是对自己，自己灵性上升。自己的果报殊胜。你造的是好因吗？你将来一定是好果报吗？是肯定的。那你不往生的话，你来这一生修的福的超过天王了。可是佛一再警告我们，不能享天福。天福享尽了会堕落。佛总是鼓励我们再向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做佛以菩萨的身份到十法界来弘化没有问题了。为什么？他有定有慧。他不会为外面环境动摇，也不会为外面环境迷惑。他有这个本事。这是正确的。这是真实的教诲，真实的忠告，那么我们再自行化它，
至少要做到并重。自己功夫差一点的时候，那我们要把前面讲的这个六条，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要以这个为主。决定不能疏忽，我要偏重在这里。啊，也就是说，这一生呢，决定得生净土，决定啊见阿弥陀佛。啊，这是真正是地藏大师。啊，利益众生的事情呢，把它摆在次要，啊，附带的来做。这是对的。如果自己有定有慧，那我们这个自利跟利他呢要平等，这样就好。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了，你再回来度化众生，那是完全利他，啊，百分之百的利他，没有一分是自利。决定不能把这一生往生的机会错过，啊，不可以把这一生成就究竟圆满佛的机会错过，那你就真错了了。啊，所以护法先护自己。啊，那我们讲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从哪里护起？从弟子规护起，真实不虚。你要不从这上下手，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不踏实。啊，像一个树木，它根不牢。啊，这树小树小苗不要紧，它慢慢长，长大之后它根不牢啊，会倒掉，不能成就。啊，我跟诸位报告啊，讲得很。啊，昨天也跟大家讲得很详细。啊，中国古代的家是大家庭，大家庭里面不能不重视教育，啊，不能不重视戒律，戒律的规矩，家规。如果没有好好的教学，不知道注重家规，他的家就败了。啊，那个家，是不是家破人亡？啊，大家庭的好处在此地，小孩从出生不准有自私的念头。啊，不可以有为自己，为什么？为家族，为整个家族。哎，这个家族有形的，就在你面前的。啊，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啊，齐心念，齐心动念是为整个家族的人着想。啊，他不能为自己。中国人的心量开阔，从小养成的，啊，这是在小家庭里面培养不出来的。啊，那我们中国也学外国人，
废弃了传统，啊，采取外国的小家庭制度，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就社会的动乱不安，啊，天灾人祸的频繁，其来有自。可是恢复不容易，我们怎么想做不到了。啊，可是那个家的精神跟功能是维系社会安全、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的因素。啊，所以我们想到的是用团体来代替。啊，我道场是一个团体。如果这个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认知，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兄弟姐妹。啊，比我们大20岁的，啊，是我们的长辈。啊，比我们小20岁的是我们的儿女。啊，每一个人都要这种心。中国传统那个家，啊，虽然是没有了，这新的家建立了。啊，集成这个道统，集成这个精神与功能。啊，从前这个家族，这么多这个团体，啊，它的基础是血统，